马赛亚鲜，被誉为全世界三大非常知名的汤品之一。这是这个这支比较特别的是，它的笔尖的材质是14K 金。那透过14K 这个材质，你就会发现，我写起来的回馈它其实相对比较柔软一些些。这个是瓷器嘛？对。那瓷器你看这里有包你的贝壳在上面。对。那像这个金箔，金箔也有，金箔也可以上去。